有没有觉得这里面鬼气森森呢？这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地方啊。我现在具体还没有弄明白他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，但是我现在还在看啊。这个好像是一个处理尸体的地方啊，就是炒。哎呀，这个女人的表情很傲慢呢、啊。你看。这个所有的妇女啊都要剃成光头啊，为什么要剃成光头呢？男的也是一样，因为他要把这个头发呢做成纺织品啊。德国人的工序化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你的脂肪要拿出来做肥皂，你的头发呢要用来做纺织品啊，或者用来吸一些油脂啊，甚至连金牙也要被拿下来啊，隆了变成这个金属，然后呢这个骨头呢，焚烧之后呢，可以做化肥啊，是非常是这个工序化是非常这个高明的啊。这个就是，这是一个。